凭燃气功力入面高贵非一角而人气急升的谭卓，这日就素颜来到香港为亚洲电影大奖担任颁奖嘉宾。虽然没有朋友份演出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而得到提名，不过谭卓都大方地祝福其他入围电影可以拿到好成绩啊。我觉得还好吧，因为你是指药神吗？因为药神里面的角色其实戏份有点少，因为其实在提名里面也会他的戏份也是参考的一部分，一个很重要的标准。其实我还不知道那个电影提名了，然后希望能有好成绩吧。咁如果有机会嘅话，谭卓最希望可以同边位香港演员或者导演合作交流一下呢？许鞍华导演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导演，而且带来特别多好的作品，而且他的那种这么多年带来的那种很真诚的，然后自己有坚持的这样的一种态度，然后让所有人都特别的欣赏和感动。然后他也很擅长拍女性题材，所以很希望有机会和许鞍华导演合作。